现场部调差不多啊吼，报底部问题啊，啊，不过我有，大哥，你哪会这样办这种，敢那好看台湾人啊？你是在讲啥？家福基金会当年拢会办全国自强母亲表扬活动，这些昆汀每一个伫咧困境当中认真拍拼的妈妈，我是看了真感动，所以才特别来拜托因筹备这个。 孝心宣扬活动，啊，是是是，那呢，每年的全国自强母亲表扬活动，你一定要大力支持哦，因为我要替大嫂报名啊！啊，伊今嘛吼虽然全身而退，啊，不过吼伊嘛是困境当中认真拍拼的妈妈呢。少峰，这活动流程有问题啦！ 我倒一个天兵想的看，顶个你是要讲主持人要替阿妈洗脚，这一定要改。啊，这个天兵就是阮妈，敢有需要我去替你参详？我知影这是卖好意啦，要唔过我即摆有心念伊着忝啊，无法度做这种体力活，该当小可改一下。啊，这是今仔活动的重点。 恁若是惊忝，就莫做主持人啊！啊无，等去房间困啊！啊不，我无主持，无是谁要主持啊？我无主持，无是谁要主持啊？我唔惊忝，嘛袂讲一大堆借口，莫讲替阿妈洗脚，要替阿妈洗身躯拢有影子。重点是，我比你洗了更加好看。 所以我做主持人，你就是边仔看我的表现。袂用的，我甲你已经离婚啊！你也是主持，活动的焦点是全部拢乱去。我看你是心虚，今我摕麦克风黑白讲话，讲起你甲雪莉。阿哥，我看吼也是有大嫂主持好啊！啊，你之前甲大嫂离婚，然后我同人知啊，即马大嫂搁要笑咪咪啊替咱主持活动。 安尼吼，外口的人就袂去团你的鼠皮啊啦！啊，不过你若是让这个小三走去哩，哎呀，那活动的焦点，唔只会真正乱去。我要主持。雪莉啊，你免，都张嘉玲主持啊，你自己看就好了。 少强假交易的代志，你到底要安怎处理？阿姨，你查到什么，你就提出来讲。你雄雄安尼问我，我唔知安要安怎回答你。你逼我个少峰走，嘛袂用这种方式侮辱阮的清白。你利用少强的名义掏空公司，而且佫予伊拍呢。那我做妈妈的情况下，你还凶啊？我伫美国鲁斯已经查到少强的海外账户。 有巴拿马、贝里斯、塞西尔，我相信还佫有佫较侪，你知影的。我希望你会当配合，把真相拢讲出来。我唔知影你伫讲啥，活动伫要开始啊，有话等活动结束再来讲。好，你就莫后悔。 妈，阿哥讲少强有海外账户，什么意思啊？ 少强，假公司的事哦，无啦，阮伫讲员工旅游的代志。哦，妈，我之前是财经线的记者，我知影海外账户是啥物意思，是毋是少强做啥物卡手无清洁的代志，去互掠着？你毋通黑白讲话哦，今日人提遐尔济，连这种话你拢敢黑白讲，真正是愈来愈白目。 喂，总编，我听讲大业集团的高层不法情事，这个新闻你有兴趣无？各位贵宾，大家好！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母亲节，
今年是大业集团特别甲家福基金会正会举办的孝亲宣扬活动，除了借着洗脚宣扬孝道、感恩母亲，嘛是要为每一个替家庭辛苦付出的人加油打气。离婚修复是今仔日活动上大用意。今嘛，咱就来请大业集团上重要母亲张干妹女士来替今仔日的活动揭开序幕。大家好，我是亚游。过去我妈妈是大业集团的董事长，伊唔那是一个家的妈妈，而且伊嘛是整个集团的妈妈。伊即马把集团交予我，我就会担起这个责任。以后继续带领这个家，还佮有这个集团向前行。刘律师，我有一个问题，你前日直播讲你反对姚晓峰总经理接任董事长这位，啊，即马老夫人请你代理董事长，这敢会影响到恁之间的信任佮合作？请你回答。当然嘛会，大业集团有两个总经理，不管是少峰还是志成，拢是为着这个家好。我相信伊拢会以集团利益为主。啊，不过张小姐已经跟叶总经理已经离婚了，谁啊？今仔主持人是伊，帮老夫人洗脚嘛是伊，雪莉小姐。我有问伊啊，不过伊讲伊有心无，我就跪落去。而且伊甲叶总经理还未登记，不算是业界的人，所以就交我来。想袂到伊的面皮这么薄。小三，走。俺记者朋友问啊，你敢不爱替阿妈洗脚红印电话上的？我本来是搞新闻发出去，拢是阮大嫂的相片。哦，安尼你出无面子的哦。叶董事长，我有收到 Coco 的消息，叶少强叶副总涉嫌利用假交易掏空大业集团，告这件代志。当然无啊！你是有白讲啥？真正无吗？有人爆料讲，你伫巴拿马、塞西尔、贝里斯拢设有海外账户，你敢会讲说明一下？我相信小弟也绝对无可能做这种代志。这位记者，请你莫黑白问一挂有诶无诶问题，来影响到今日这个活动诶焦点。是啦，有关阮集团诶攻击一直真侪，要毋过谣言止于智者。啊，餐厅准备一挂点心甲咖啡，请大家去餐厅暂时休困一下。请请请，少强。你也麻烦阿嬤去吃一点仔物件。阿嬤，阿嬤，你莫听阿记者听后边讲，我真正无我公司的钱哦。我知影你无啦，啊，你是倒位有海外账户啊？我对来海外账户啦。我是问讲，拄只记者不是甲你问讲，你有海外账户，啊，你海外账户伫倒位啊？哦，因拄只问的是，巴拿马、塞西尔，佮有贝里斯，啊，我哪知因在讲啥？啊，有的所在我佮无听过咧。咦，我哪敢那有印象啊？啊，啊，你哪会知影密码哈？我唔知影咧，我坐落来就想要拍字，啊，只字拍拍的。资料夹都拍开啊！少强，那我要用电脑，你带我来。嗯。张嘉玲，那记者是你叫的对不？我哪有可能叫记者来破坏今仔日的活动啊？啊，若是七条条阿嬷的病情是要安怎？那真歹讲。现在你想要利用这个点来洗清你的嫌疑，
哎呦，你是不是已经查无什么物件？唔再叫记者当面来问少强，互阮压力。我讲出去对公司也无好处啊！我先做边安尼做。想知影你伫想啥？阿哥，你是不是想要利用我妈妈对少强的感情，让伊来甲少强打嘴，然后做一遍将关少辉集团啊？你妈若是对少强还有感情，就袂甲你做伙利用少强来讹公司的钱啊！即摆证据吼，我袂找齐全，等我找到了后，你著看阮安怎甲你修理。阿公，少强若真正乌公司的钱，那针对少强就好啊。谁要干嘛？还给我少峰砍头落去。少峰，少强若真正做出这种代志，你千万唔通为伊。记者我就识个，伊会听我的话。到时阵哦，新闻若是出来，一定会互你，还给我妈，甲少强猜个清清楚楚。伊听你的。消息是我予伊的，当然嘛是爱听我的。伊个记者是你找来的，妈，公司的钱是你还佮有少峰在赚的。少强啊，真正做出这种代志哦，千万唔通保骗。你也真牛呢，要把面子都予伊吓了了。少强做这种代志，你佮我对咧呾？我是维护你，还佮有少峰的权益，你来搞怕？因为你欠怕啦。你头壳内底营养拢叫雪宝素打是无？竟然做出这种伤害少强的戆代志，我看你也是莫假白啦。啊，若无凭你的智商哦，你一定过了比我今年佫较凄惨。你给我点去，你才给我点去。嘉玲讲了无唔对，自从你搬入个业界了后。拢做一寡生鸡卵无放鸡屎有诶代志，你毋知影啥物话应该讲，毋知影啥物代志应该做，你真正吼，甲业界面子下了了啦！你，你，啊！啊！啊！好大胆！雪莉，你敢伤害阮妈？我即摆有心诶，妈是两手是伊诶，毋对。好啊。你即马无我囝，感觉我不如张嘉玲咯。你得去甲张嘉玲带倒回来啊！那是让海丽老体，无得卡，我会答应少峰的求婚。我嘛回去嘞，叫伊甲我回去嘞，莫甲伊讲遐济啊！拄这种人就直接假死。最有可能利用伊名义的人，就是恁两个。妈，你哪会去怪阮两个啊？无定陷害少强的另外有别人。我袂，我听任何借口。你若是无个代志交代清楚，就马上离开业界，永远断绝关系。阿妈，是我。这是我的意思，想要叫我妈利用少强的名义做假交易。